华，那我们有七间月老庙跟七间饭店一起合作推出包括饭店的这个优惠的住房以及这个下午茶甜点的这样的一个餐点来欢度这样的一个情人节这个七夕。那另外我们每一间月老庙也都有各种的不同的专场，那有的这个是有阔嘴，那么很会讲可以把这个本来不成的姻缘可以讲到成功那有的是千里姻缘一线牵擅长远距的恋爱，那有的是专场是在斩断烂桃花，那有的是醋杆子如果能够还可以让对方回心转意所以我想每个月老都有他的专场，那很值得年轻朋友一起来这边来祈求爱情能够成功顺利有情人可以终成眷属。谢谢师长。